奉立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小朋友，衷心恭喜你哋。我哋喺今日嘅感恩圣祭之中咧，除咗求圣安多利祝福本堂所有嘅教友，能够时时都系相亲相爱，共用团结努力付出，亦都系特别帮助我哋喺度嚟天真嘅，同埋初领圣体嘅朋友，喺佢哋帮助佢哋时时都热爱耶稣，以及咧能够不断去变得更加坚强嘅教友，去到喺我哋嘅生活上不断长进。现在感恩节开始嘅时候，首先让我哋忏悔，求天主赦免我哋一切嘅过犯。我向全能嘅天主，
我記得七年前六月，我去羅馬開會，住喺聖馬爾大之家。嗰日啱啱係13號星期三，教宗方濟各就喺梵蒂岡嘅聖馬爾大之家主持清晨弥撒。喺講道嘅時候，亦都提及我哋剛才所聽到嘅嗰段福音，就馬太福音5:13-16。佢提醒所有嘅基督徒要做鹽、做光，而祈禱就基督徒容易發光嘅電池。教宗提醒基督徒，唔好成為無味嘅一言，要克勝自我服務嘅誘惑。因為如果只係管理自己，唔將信德之光帶俾別人，咁就係浪費咗天主賜俾我哋嘅恩賜。耶穌喺講話嘅時候，用的說話非常誠確，比喻亦都係非常簡單，就係用我哋每個人都能夠明白信息。咁剛才我哋所聆聽嘅福音咧，耶穌就將基督徒要成為光，成為鹽。咁呢兩樣嘅物質都唔係為自己而存在。光是為了照亮其他的物體，鹽是為給予其他的物體增加味道和予以保存。假如基督徒用以發光的電池，即是說他需要的祈禱去支持他的光和鹽的時候，如果是缺乏了祈禱，這樣即使他擁有很多很多的善行，比如成立天主教大學、醫院，可能會為你設立一個教友紀念碑，但是如果一個人不祈禱，那個石碑亦都會黯然無光。很多善行亦都因為缺少光、缺少祈禱而失去光彩。所以呢，祈禱就是維持基督徒發光的重要因素。教宗提醒我們，祈禱呢就必須要認真。在祈禱時候，我們可以朝拜天父，讚美聖三，感謝天主，同埋向佢求恩，但係必須發自內心。咁所以咧，光同鹽兩者都係為他人，而唔係為自己存在。教宗之後咧，佢亦特別提到基督徒當前嘅生活態度。教宗話：我哋要用光去照亮他人，唔好照亮自己。咁啊，第二咧就係我哋時時都要奉獻自己，作為奉獻自己嘅鹽。咁啊，呢個正係基督徒嘅善行，亦都係今日我哋慶祝我哋呢個聖安多尼聖人嘅精神。大家可能都聽過，聖安多尼係13世紀葡萄牙一位軍長嘅兒子，但係家境富裕，並冇影響佢修道嘅聖召。
佢年青嘅時候就加入奧斯定會，後來佢因為朋友不斷嚟佢閒談，於是請求轉換地點，去到另外一個地方專務祈禱同埋鑽研神學。咁八年之後咧，佢見到嗰啲喺回教摩洛哥傳教致命嘅方濟各會士嘅聖徒送翻去佢所住嘅地方嘅時候，佢於是燃起要去非洲傳教嘅心，甚至想為天主致命殉道，咁所以決意咧要加入個方濟會。咁當時佢只有15歲，至到25歲嘅時候，修會就派遣佢就去到非洲摩洛哥傳教，但係因為身體不適，最終要乘船翻家鄉。咁啊，途中咧遇上大風，將船送到意大利海岸。從此咧就展開喺意大利同埋法國南部嘅復傳工作。咁聖安多尼本來打算喺所方濟各會院隱修，點知咧遇到舊嘅教區嘅一位修士，將佢領受神品聖事。而當地主教仲想邀請一位神父為佢哋講道，咁主教咧就邀請咗安多尼。咁安多尼咧開始答辯嘅時候，好謙虛，話咧我抹點洗碗比較講道更加熟習，但係現在聽主教嘅命，咁我就照樣執行。點知佢嘅講道咧非常精彩，突出咗佢有個口才同埋神恩，令到主教參禮者驚喜。咁結果咧，方濟各總會長咧聖五雙方濟各就命令安多尼以後專門講道，一如耶穌走遍各城各地一樣。咁所以咧，教宗後來封立佢為福音博士。咁尤其是咧，安多尼咧對窮人異常愛護，所以後世亦都稱佢為窮人嘅主保。咁甚至咧，有啲外地咧就有喺安多尼，有啲人買啲物品麵包，叫做安多尼麵包，送俾嗰啲有需要嘅人，讓我哋今日慶祝安多尼瞻禮，能夠學習佢善用語言傳揚福音，亦都學習呢位聖人嘅謙虛、簡朴生活同埋喜歡祈禱以及讀經嘅精神。聖安多尼喺佢晚年出外傳福音講道，過住非常貧窮嘅生活，特別係住喺個人修院附近嘅一個山洞裏頭，每一日只係食一片麵包同埋飲一啲清水，其餘嘅時間都用嚟讀經同埋祈禱。我哋亦都時時傳揚福音同埋作見證，但係唔好忘記讀聖經、多祈禱、讀謙信神人嘅生活。咁我知道咧，聖安多尼堂嘅教友咧，亦都好喜歡學習安多尼嘅方表，着重傳揚福音。咁啊，今年咧教宗咧就開始兒童年，我睇到好多兒童啦，咁啊咁多初力聖體同埋你捐贈嘅兒童，咁讓我哋咧回應教宗嘅呼籲，喺今年兒童年嘅時候，特別關心兒童嘅成長同埋佢哋嘅信仰生活，使到佢哋成為光同業。咁啊，好高興咧！咁啊，今日咧呢啲兒童，佢哋將佢初領聖體同埋領受捐贈。咁我哋咧特別希望佢哋
亦都能够显现对教会和社会的希望和喜乐。所以呢，我特别祝福他们和他们的家长和代父母，今年你们能够领受坚振信事和初有信体，又刚刚才是儿童年，刚刚是配合我们普世教会的倡议天主保佑。Oh.
望佢派遣圣神，祝圣知识礼品，只成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愿。他当年是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你，把面饼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又感谢了你，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好，书记，多谢你啊！